172页，那杜家公的这个啊，中家柱呢，上每一位是搭白牛车，这就是肯定众生皆有佛性，拢作平等，无分大细汉。所以咱来佛事吼，莫认为讲，哎呦，对一个对咱较好，对一个对咱较好，无啦，佛祖拢对咱平好，都拄啊好，大家拢互咱一台搭白牛车。不是今仔日较好难的，无量劫以前早就记着的，只是咱未记。咱伫这个第三品，咱会记得讲，下日佛世尊当时有甲讲，过去你着发菩萨愿的，发菩提道，你又未记的，真较好啊提起，啊提醒。有当当咱若咧起烦恼的时阵哦，你早咧初学的时阵啊，啊若咧起烦恼，啊师父啊，啊是老师讲，不要忘了，你在受戒的时候说什么？如是丈夫我是丈夫，啊那你气完了那也叫派。如是菩萨我是大菩萨，啊那要给搞。那拍摄，哎，有作用的哈，难免嘛。在咱咧气无明的时阵，在咱咧有一挂这个烦恼现前的时阵，难免吼会甲这菩提心哦暂时袂记呀，啊只要去提醒一下啊，找回来了就好。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好，好，那咱来看172页，好，看这个经文的所在哈，那172页最后一行，所以假如什么原因呢？是大中者哈，财富无量，这中者住啊哈，啊，这个、财产真济啦，哦，现在财产真是数尽，哦，种种诸种世界充盈，种种的宝物，种种的宝藏呢？隆重其中，种种宝藏隆重其中，哦，离作思念，伊就安尼想啊。我财不无极，我财无极，无极叫无量的意思。哦，财物呢无量的意思。不能以下列小车与诸子等，我既然是在这个哦宝藏这么多，我为什么何人是这几十世啦？所以呢，既然这个。一定拢走出来一只安全的所在，你当然怎样，就上好拢个。所以伊讲呢，金处有铜，该是我主。哦，爱无偏袒，佛陀疼惜一切众生，是平等的，无分大细汉，只是。应机所教，无同款的精气，以无同款的方法甲度化。那么有人讲，啊，伊啥物就教这个教这个法门，啊，咱就教迄个法门。因为咱的烦恼对治的方法就无同，所以佛陀呢，伊要教导着这个佛弟子。也不偏心，也不偏心，这是咱所有需要清楚的，对吧？事发平定，无有过下。金刚经嘛是安尼个咱说明。那么真就是讲，咱接受到法是平定，无有过下。但是有人讲，不过咱法呢，法由人弘啊。法呢是由人弘道，非道自弘啊。所以很多因缘啊掺杂在哪里？人的因素。那么人的因素呢，要怎么样的克服？这是咱在道场内底呢所需要清楚的。为什么讲爱有制度？为什么讲爱规矩？就是要对治着一挂因为人的因素所产生的那分别甲对立，所以佛陀就是这样平等。你比丘，你种的是主持和尚，
或者是拄受个新个 BQ， 同款只要你是 BQ， 你所受个 BQ 个是同款的，无迄落做主持都特权，免受 BQ 个。所以这个叫做规矩，伊袂使因为人个因素，而产生到呢不必要的这个冲突。所以咱修行成这个法是平等的，但在这弘法的过程当中，人。我们如何的让这个人所代表的法能够清楚？人如何代表法？人如何代表法？那我们现在依法不依理呢？但是在咱未清楚的时阵，是不是要人来人给咱提醒？是不是需要有人来给咱教育、甲指导？法无人教、无人讲，咱无可能家己会知影。所以呢，无经说法鬼神求啊！种呢，又出世中天地，无经说法鬼神求啊！你讲啊，法是平等啊，我坐只家己就会清楚，不可能，嘛是需要有人来甲咱教育，需要有人来甲咱开示，需要有人来甲咱开导。但是说我们在接受法的调教，接受法的一个教育。我们称为用四摄法，四摄法在哦。哇，那个科技，爱力，哎呀，你这扩大还是有实力的，不是，不是包装出来的，这是有实力的。布施、爱、力、行、同时的四摄法，四摄法是所有一切世间、出世间什么，共同可以摄受。可以办得到的法，称为四摄法。这数量法，布施、下根汤、爱与人与人之间，就是啊，柔软调伏着咱的无明烦恼。在咱要调伏别人之前，咱先调伏咱家己。咱是不是我都先说服着咱家己，莫去贪嗔痴？这调伏爱语嘛，柔软语。所以柔软语一句话同款会晓好啊讲，啊要讲到三斤六担。来道场，咱会晓安尼法力充满，你特别安面头面干。烦恼是咱去找来，唔是人等予咱的。你只要莫烦恼，啥物人拢无在了你烦恼。只要你不接受烦恼，谁都奈何不了你。除非你接受了，你相应了。你相应的是烦恼，而不是佛法。所以柔软与爱语就是在对付、对峙什么？我们的懒惰点，我们的我慢。力行，力行就是做一切会当帮助大众的法不定法。但是力行，力就是利益的力，行就是行为，所有的行为包括语言。包括心的是可以让大家怎么样，气化一心。所以你看，咱啊在佛寺内底啦，咱来看到大众，咱哈啊，师兄师姐啊 ，BQ 呢 ，BQ 甲 BQ 之间的互相称呼啊，大德、少老、少住、安乐住佛，我、啊、和师兄弟互相称呼师兄弟，啊，比丘尼大姐互相称呼比丘尼大姐。哎，我们比丘看到比丘尼，称呼这满满是比丘尼大姐、比丘尼长老，哎。大家好早，大家少恼少病，安乐住啊！师兄师姐，大家见面就是哎，好早连你阿弥陀佛，那就是一种什么？透过这样的语言，让我们啊降服了我们的慢心。那不是来这扮演金刚力士的呀？那不是来扮演很好将的呀？你要扮演很好将，你就要徛在门口，啊好，安尼徛，啊袂使叮当。咱不是来扮演哼哈二将，咱也不是来扮演金刚力士。你们我是来做金刚护法，护法是护持正法，不是来摆扑克脸的。这就是咱调伏，叫做柔柔软语，除了语言，包括咱的行为，拢要调柔呢。听懂意思吗？除了语言，包括我们的行为相貌，都是调柔的。所以菩萨人家很容易接近，金刚力士当中不相靠。我爸那有一届伫关公司吼，有个小朋友拄好咧学行咯，
啊，要入这個山门口都要哼哈二将，哦，你老最看哼哈二将作伴，迄囡仔徛遐去哭啊，唔敢行入啊。啊，伊看迄大船大将当作是正人啊，当作真正人啊，作大声呢，去哭啊。哦，爸爸进去，我先啦，请他离开，我才进去，直接离开啊。啊，那看都无人啊。他站在那里的那一个啊，他是谁？他啦，记起，哇，很好这样，遐重到请来行，他不进去，连囡仔都惊啦，莫讲大人啊。你知道，所以它是一个意境。所以力行的包括了，那你行为的条路，我们的动作能够让它，所以它一句话会让调人，那你一个平庸力行，你是不是我给做些钱去帮助人？这当然做得到是盖好，但是最基本我们在某一个程度上是让大家都嘛，嗯，这个地方。是很值得在这里亲近的，法师也好，居士也好，都一样。所以人经常讲，法师爱讲招呼啊。过去 BQ 免讲招呼，进来 BQ 你爱讲招呼，爱啦，你卖招呼，无信徒会来拜啦。经常我来看来扣尴尬的呢，这件事袂服务袂歹。我来人都拍电话哩。这，我们不是没有对错的问题，对啦。那他说的要讲，这叫方便道嘛。先与玉勾签，后令入佛智，先给他看一百块的功，让他懂了，因为他不懂嘛，不懂，所以懂了以后他会很清楚。法就是这样，力行。那同是什么？我们要共同完成一件是什么事？菩提道。但共同来得，就是共同完成这件大事，大家同事同学嘛。所以比丘跟比丘当中，菩萨跟菩萨在一起都互相称为什么同学呢？不是咱读同班的叫做同学呢，受菩萨戒者皆为同学，安尼听有无？所以你叫我同学嘛，对我好；我叫你同学嘛，对你那恁哪拢发菩提愿，拢总是同学，共同在学习菩萨。四十法，很平常、很生活化的，那你等下较清楚。所以。菩萨会让众生都会清净，很好，这样是囡仔看了就会好。我当然不是讲很好，这样金刚力是不对，是那他降服的是那些什么破恶不魔，有迄会来风海佛法的人，当然有金刚力士，当然该降服。菩萨不需要去降服那种物件，很好，这样金刚力士四大天王自有。我们天龙八部，该去行好去行好。咱既然是菩萨，你得好啊，心包太虚，广度一切有缘众生，安得对啊？这就是菩萨。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我，好像是金刚力士哦，不需要。金刚力士有金刚力士对佛发愿，只要有人弘法的地方，智慧有金刚力士护持，智慧有龙天八部护持。不是咱家己主观，佛教我们要发菩萨，你别看那经典内底菩萨，这佛陀教你要发愿啊，当金刚力士，是不？好像没有啊、哦。佛有告诉我们要发愿当菩萨，当观世音，当地藏王。当你当观世音，自然就有观世音的龙天护法来嘛。你要当药师佛，你就有药师佛的龙天八部来嘛。你要当地藏王菩萨，有地藏王菩萨的这个侍者啊，护法者啊，自然会拥护嘛。所以咱讲讲啊，每一位法师有位马，每一位法师的法缘，每一个法师，每一个法师的法缘，参求世尊讲度一切众生，但是无缘的嘛，无多多呢。他偏偏要得些下礼佛来度，偏偏要得富罗那来度，或得地狱众人跟他管，也度不了他们，就非得他的弟子来度。你像那个东西提不达到，另外成立一个僧团，那个僧团内底拢是佛陀的弟子，但是佛陀戒未行，只有谁教得当动那一些人，就舍利弗，舍利弗跟他有缘嘛。
你那佛祖啊，你著上敖呀，遐人你甲管管咧就好啊，无人要甲信啊。迄不是佛祖无能力，是无缘。唯舍利佛能度他，所以佛身边有佛身边当度的众生，当度的菩萨，佛得伊遐清澈清澈里头，即、這个人甲伊缘就派去度嘛，唔是家己去度啊。方法只要重点是。遐无际的众生多的来往，安就好啊嘛，送去多拢同款。重点是爱分啊，行菩萨道，佛智慧就高超在这里啊，在那个很偏远的地方，无人要去的所在，甚至去遐钢筋会用抬死的所在，无人敢去，送去富罗那去，用一算算看来看去，嗯，这地主人的富罗那有法度，那谁才知道富罗那有法度？唯有佛才知道，那谁境界高？当然佛境界高啊。但是缘不赶快，所以呢，在学四摄法，我们在家出家一定要学四摄法，布施、爱与力行同时。所以法从哪里来？从四摄法当中，我们法师也好，居士也好，那在这数量化的规定来对，好好的去思考，我今天布施了没有？布施，你说啊，我礼佛前哦，我投功德箱也可以，当然也算一件哈。哎、哦，我看到了法师，我跟法师恭敬，这样说，阿弥陀佛，哎，也是个布施，我欢喜的布施。然后我看到了居基础能力，那个基础能力啊，这个问候，我布施我的什么，我的欢喜，布施柔嫩，柔软的爱，我从来没敢讲过好话。啊，无为对开始讲，为你的时代，为你的囝儿，为你的留心观修心，跟他们讲个好听的话，唔是爱听。伊种听，伊种人甲你讲，卖阁假啊，你嘛继续甲讲，我就是要叫结甲买个边钱呢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对你的问候关怀是真的，唔是个卖阁假啊，让他那最后是真的，这样就好了。柔软与爱，力行，同时，四摄法。一点讲，一点心，好、哦，好，这是再跟各位补充说明了哈、哦。再来看，看，伊讲呢，这个财产真侪啦，这囡仔呢，拢是伊囝，伊对这囝呢，拢总无偏心哦。如是七宝，如是七宝大车，哦，七宝这种大台车呢，其数无量啊，啊，真侪真侪，这车里底应无尽如哈，应当什么？等心各个宇宙应该平等啊！啊，既然要爱的大王，大王上几代大白娘车，平等平等，毫无差别。好、哦，各个的那宇宙不以差别啊，并不差别。所以讲为什么安尼呢？以我出物，哦，以我持物呢，做给一国友善不愧啊！我物件真济，没有一个国家的百姓。嘛是有够，哦，何况租住，何况呢？只是一只家己囝，所以也是讲佛陀的智慧啊，佛陀的智慧比我所有人啊是高的。所以佛法、啊、在《涅槃经》在《阿含经》里面也提到，佛所知道的法，所说的法如爪上头，未说法是什么？如大地图。所以就讲我能听，真不可惜，所有土当中的一小部分啊。所以没好难的地位呢，太多了。这比喻的是这个啊。何况这是一个国家的百姓，要给我们的呢，绰绰有余啊，绰绰有余。好，那就来，你讲来。何况租住，时时租住呢，各行大车，得比精油啊。归本说法，我爱是要牛车、骆车、牛车，哦，结果伊送我一个大白牛，说哇，从来没有想过的，要五毛给一块的哈、哦，该有的都给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内心里面一种很欢喜，这就是参禅都啊、下流那样，这经典讲啊，我就感觉阿罗汉都已经怎啊？足地足啊嘞！我感觉阿罗汉境界都有够啊嘞！那我也可以成佛哇！喜出望外啊，很欢喜。所以呢，那一股喜出望外啊，跟三界火灾
因为成语跟三界火灾也是有一个关系在的啦。哇，好够卡狠的撞出来。那当时这个下了以后呢，是阿罗汉，伊个发觉着，啊，我发觉着讲我阿罗汉境界都已经提高啊呢，原来要会当成佛啦，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。在咱初学佛、初出家时阵，你叫咱法官，叫咱法官做代志，侬感觉讲，代志卖找我做上好。有些初学者这样，甚至老张，啊，代志拢卖叫我做上好。啊，奇怪啊！当时电台修改，拢讲发菩萨，发菩萨观，啊，唔拢硬骗，拢去做，拢骗你，骗骗你修改，莫安尼啊，不应该啦。人呐，这个自私的心哦，我这个心一直存在哦，你的德都未记住，你所有德拢记住，但是你是自私，这点不改，你万德具足，你就少少了那么一个德，你就成不了佛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是确实如此啊。所以像你讲破五执，伊咱较现实来讲，就莫想自私，私心嘛，为大众做代志。所以过去像拄初学的时候，哇，因若听到学务处学务长搁咧集合啊，就开始说说了。咱若嘛要叫人做啥，家己拢唔做，说说了。差不多拢啊，这做过学生拢知啦，免受骗啦。我当时咧讲，啊，工课道场工课真多，寺庙的这个诶工作非常的多，无迄个做会完的啦，为道众生无迄个有休困的啦。菩萨，你看咧，菩萨讲好啊，我做到今仔日休困啦，我菩萨的学分圆满啦。上歹修的学分就是菩萨的学分，没有圆满的，有啦会圆满是成佛啦，成佛时候才圆满。未成佛以前，学分还必须修。所以有当作多听一个大乘法的时阵，予咱的这个心量难免吼有真侪境界，真侪考验。无论你过去修到偌好，伫比心佛多进前，考验依然都伫的。别忘了，纵然是佛，佛要示现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，也必须接受示现的考验。不是我是佛祖的，要来再示现，要示现大众生。虽然有龙天护法来加帮忙，但是遐龙天护法呢，只能保护着他，但不能代替他解决事情。佛陀家被人考验，家被人伤害，家被人追杀，有对一人剑过，无啊，提不达到爱加迄千罐的酒，准备甲活打死，为山顶用石头落来要甲地活死。佮叫人家无罗干头生囝，什么样的考验都有，佛没有推倒，反而还去原谅这些伤害过他的人，了不起，这就是佛伟大的地方，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，甚至佮多完佮受记，以后成佛，哇，了不起，本来讲卖结完就做好个呀吼，咱拢希望，咱没有什么太大的奢求，只要啊。该弯膝给得啊！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帮助他，只要卖膝就给弯得呢。最简单的这一点，我们都未必做得到啊。该弯膝给谈何容易？所以有时候发了没搞，赶紧去报名该弯膝给哈。啊，真的啦，那掏肝嘛吼。嘿，透过发了一些意境去了解，掏一个肝是啥物肝？烦恼肝。为什么我肝伊就迄个硬到安尼？那掏未开咧，那是到底是啥物？我啊，古早我可能过去是大镰刀、黄金棒啊，是袂好势，唔是啦，是咱的心的肝哦，无掏开。所以咱咧掏开啦，这过去这咱这祖师应该去掏这肝，外口的肝是为内心拍起来，外口的肝掏会开，咱内心的肝嘛应该掏会开才对。
有时候会吼，有时候来讲讲啊，这偷鸡啦，啊，这个消灾解厄啦，没有那消灾解厄。人讲啊，这昨天有一位居士问我师傅啊，人生最好的养生方法是什么？心情快乐，是吧？保持一个开朗的心情，菩萨的欢喜心。所以咱给咱法会人最好学佛的良药就是啥？每天都法喜充满。你别看我们佛法规矩这么多，禀头禀个没有，你就法喜充满。为什么？还好我学佛才了解，原来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因此得快乐。这就是菩萨给咱的大白牛车啦。这是世尊给咱大白牛车。我大白牛车给什么？就是给戒定慧。大白牛车给什么？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。大白牛车装什么？搭六度万能。你把动作真正遐多种哦，哇，有金银琉璃七宝哦，无就是什么六度万恒，他就是在装八圣道。只有大信量者才能够容纳这么多法的真精神。这样来呢，那个古家里对，我们的本性清净。那本性清净，过去清净，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显现出来？是因为我们太多的烦恼。要铲除这些烦恼，就是要行六度万恨，依八正道而行六度万恨，而成就了一真法界的精神，回到我们的国家，常极光净土，那才是常极光净土。是这一点有道理，那有当然有道理。所以说那要改完世界，要消灾改的，那过去无论交易哪个现在太侪太侪，真的要常怀惭愧心、忏悔心。那真的要用功消灾、拜忏、诵经。你在消灾、诵经、拜忏的时候，把我们的我执、我见，透过法的熏修，透过文力法，透过意境法，透过皈依解脱法，一具足解脱法。好，这是谈到这里哈，这个说明一下了哈。再来，咱继续看哈。好，伊讲呢，这个何控诸住啊，是是呢，诸住各称啊，讲拢坐着啊，大台车。这比监狱啊，哦，非奔说往啊，这啊，本来想要牛车，结果大白牛，什么都有，很欢喜，很快乐。好，接下来世尊要问啊，伊讲下流啦，一逆已混合，你感觉安怎呢？本来讲要油车、绿车、牛车，结果你大白牛车，你作何感想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伊讲呢，是中价定。伊足足顶部大车大车，仍有希望的。所以就来问啊，你们爱是油车、绿车、牛车，结果我后来是一只大台大白牛车，安尼是不是有大妄语的？就这样反问他，现在有没有大妄语啊？有没有虚妄啊？哎，下了以后呢，一回答光。不了，世尊，不，世尊，我你们这个大台牛车、大白牛车里面所装载的东西呢？什么？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该有的大白牛车，通通都有，一样也不少，只会多不会少。那我希望，用不了，世尊，你不搞比的，你不搞比，因为众生只是出来讲，后尾爱羊车，结果你给我牛车。啊，牛车内底要带的物件是羊车，拢羊车有的物件，这大白牛车都有啊，没有，他并没有虚妄，并没有欺骗啊。所以下里会讲不了世尊，其中者但令诸诸得变非然啊。迄、那个时阵是因为中者呢，为着这住伫这间三界内这众生啊，为着要出离着危险嘛，吼、哦，啊。全其躯命啊，保存着因的性命啊，免离这个灾难啊。
所以非为希望，并无希望。你只想善巧，为了把他们怎么样引诱、诱导他们怎么样离开危险而已啊。所以并无希望啊。何以恐为下面呢？若全生命变为已得完好，失去况复方便于彼火灾而拔济之啊。伊意思就讲啊，保存着性命，要爱啥物才有？连性命都无啊，还有什么可玩啊？命都没了，还玩什么？要搁伫三界来，啥物嘛无，所以先出离着啦三界。所以呢，要处理性，就来了哈。所以要处理性，所以这个三界啊，三界内的有什么？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咱的心，卡出伫三界内的心，咱的心有欲望的心，有色界的心，有无色界的心，拢要在伫三界内。那么要爱出离着三界呢，你必须要出离心，出离啥？出离什么？出离对三界的执着。对三界不会再眷恋了。那是想讲话叫做放下，放下了。那三界里面最大的代表欲界，欲界你对欲界不执着，你可能会对色界执着；你对色界不执着，你可能对无色界有执着。所以有另外一个人嘴想搭着做禅的方法弄错了，他执着在哪里？空无边定，事无边定。哦，我嘴想怎样搭着做到什么，什么都不想了。完蛋了，然后他做到了无想天，色界里面有个无想天。无想天，无想天八难之一哈。无想天听起来好像哇，这无兄天好像境界蛮高，其实是什么？跟三个道是一样的，是没有佛法的地方。世界的最高境界的飞翔，飞翔出天，哇，好不足大，寿命盖长，好不好？别具如中，那个无色界的那种境界，飞翔飞翔出，生命寿命很长，福报也很大，就是没有佛法。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，纵然你环境再怎么好，也没有办法就近成佛。对三界不要眷恋，三界不要再留恋，所以要处理什么？对三界的执着。所以记住，这个处理心是什么？保住了我们的法身慧命。保住了我们的法身慧命。处理心，处理掉三盖，至少在什么，在安全无虞的。记着，处理心是什么？是有佛法的地方。你是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，你就将会因为有佛法而获得解脱。至少这个解脱是有什么？五条神系、有短恒啊，最基本，你至少懂得怎么样？是。好，那么我记得基础了，再上进一步的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呢，就愿成佛度众生。愿成佛度众生，所以他观念是很清楚的。所以都要干嘛？这些先生先保住了，先有处理心了，现在有一个有佛法的地方了。你假如生长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啊，不管它环境好或者环境不好，都是赶快啊，没该团了、啊，不要羡慕人家。所以佛说四十二章经里面有谈到了学佛二十难，第一难叫做富贵学佛难。三界来的那个不识界天，
寿命足长，寿命个长，福报足大，予人真欣羡。确实有佛法的底见，我们常有听到这么一句话哈，众人食一百回啊，啥物拢唔捌，啥物拢唔知啊，不如安尼吼，一天内底吼，懂得佛法，也因这个佛法，众人只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，但至少这一刹那时间，保住你可以解脱，这都有用的。所以出离心的时间，该放下就放下。所以你看，有一些修行者哦。为什么他来去自如叫主宰？讲方法就方法，讲方法就方法。除了放下呢，除了讲对世间的这所拥有的物件放下以外呢，人这个肉体一发放下就放下，解脱嘛，来去自如。以咱念佛的法门来讲，能够预知实质，能够一心不乱预知实质。念佛念到你什么时候？现在咧，一抽象来讲啊，你今日医生来，你讲哇，你时间剩偌久呢？你是欢喜啊，紧张？可能拢未食未困，较济吼。啊，医生哇，看完咧，这差不多搁剩偌久的时间呢？家你若修行，讲家己因为念佛用功，想讲我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要去极乐世界，你是忧愁的去极乐世界，还是欢欢喜喜的？去极乐世界，更加不敢了。同样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境界既然是不一样的，那叫做后马，那叫做后马。但是啊，在世间内底啊，面对着咱的生死的时阵，那么希望咱一样主宰。所以，咱希望咱一样主宰，最能够自在的，就要先有出离心。要有菩提心，把学佛的观念把它守住了。学佛的观念啊，不是说我有皈依了就叫学佛了，他当然是要学佛，不可否认。但是真正学佛是不是有跟佛一样的发愿，有跟佛一样的发心？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，是名学佛。那你来哦。我皈依啊！我下个我皈依啊！我皈依成一百空杯哦，一百空杯又怎么样？所以这喜欢姐请吃哈。好，那再来。不能那款，你讲，况复方便于彼火灾而拔济之啊！哈，先后离开的这火体，你呐？才比较靠这方便，就这方便啊来甲救啊，至少先伫一个安全的所在才救会到啊。伊伫危险的所在，我哪救会到？所以啊，伫曲星岛、伫地狱岛啊，真的要跟他皈依都很难啊，跟他很难啊。这个像有些人现在的人，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养宠物哦。好了，师傅啊，搞完这只啊什么都唔知啦吼。帮伊皈依一下好无？师傅啊，拜托你啦！你讲伊皈依得戒会成就无？师傅啊，人拢自闭的嘛，不要紧啊，方便结缘一下，嘛甲念皈依好，皈依好，皈依真，我心内解清楚，你敢听无？啊，方便嘛，那是咪啊？方便皈依啦。可是他皈依之所以可以成就，是因为他听懂了。你皈依佛，你嘛是啊？所以等到咱皈依，我跟你想到啦，讲方便啊。毕竟家己德行也无够，也无法度回马上听除非他是再来的菩萨。所以你看，无地安转的所在，连佛法，纵然有佛法到了，你也听不懂啊，我也不入心啊。真的是这样哎。所以佛大开方便门，我们在这个。蒙山施食、咽口施食是佛的功德力、三宝加持力，让这些恶鬼道的众生、三恶道的众生因听佛、啊，让他们可以怎么样，在那个因缘的得以成就。所以你看，
那个大蒙山也好，或者堰口也好，那个法会的仪轨过程中是很严肃的哈，没啥的安尼嘻嘻哗哗，很严肃，怎样严肃？因为恶鬼道的来，地狱道的众生来，他比较容易起嗔怒心，所以他那戒改结界，要让他怎么样，好好在那里听法。那是佛的功德力，让他们可以，那么，就心开意解，心开意盖，让他们因法的功德，让他们听懂，让他们受到佛，而怎么样，而可以得生得度烦恼。在穆建连这个躲这救妈妈嘛是安那，一用心通去救救不阿的，马一刻逮住的，所以为什么是这个意思？叫无遮法会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其实谈看的画画跟这段，我们心里是很清楚的。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因缘啊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所以我们要保住，形形色色啊，上不是形形色色。要发愿在有佛法的地方，有正法，有佛法可熏修，就是讲形形色色在三辈子啊，永功板德啊，至少可以保得住怎么样？有一天真的可以解脱。一旦找唔到所在哦，人咧甲你跪啊，你嘛是要额头晕的，就真阿弥陀佛啦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看。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六道里面，人道是最少的呢。人道是最少的呢。你看我们这个，咱台湾这个小小的台湾这个地区，这六续兴旺之兴旺到什么程度，可想而知哦。六续兴不兴旺？都兴旺的，很兴旺。兴旺是什么？他们的数量比人多了好几倍哈、哦。凊彩就安尼，一张鸡场，一张地条场，凊彩就几千只诶。那个兴旺是讲伊的数量，畜生道的数量比人搁较侪，侪了几若倍。一旦走唔到所在，就是走遐去啦。无法度保住着这个人心啦、啊，想要听法，想要皈依哦。难啊！所以呢，我们很庆幸啊，那个天人公，这就我们听到佛法，是听到佛法。之所以可以听到佛法，是因为人，连台湾天龙都欣赏咱呢。你们哇，台湾天龙嘛欣赏呢，欣赏啊，唯人能成佛，唯佛在人间成佛，殊胜在这里。哦，书生在这里。好，那继续看。再来，伊讲呢，用世尊六时中者乃至不依罪受一切，犹不希望何以故？伊讲时中者先做时义啊，我以方便令诸得出，伊是因为呢无希望呀，何况中者自知财富无量，欲饶也足住定一代车。佛果下来以后，现在，如你所讲，对你讲对了。这么东西，世尊啊，这地主拢造出来，真正给伊小只车，嘛无希望。何况是大只车，哪有甲咱骗？咱要爱的是小只车，结果又给咱大台车，那也不好，做好啊。忽然知讲，我本来只想说修行，是因为我有烦恼，因为我有苦，所以我学佛。我们都很了解这个，因为为什么你好苦，一定有一个动机嘛。因为我感受到人生的苦，至少我感受到苦。我生活在这个世间苦，苦在哪里？不是讲你的病痛的苦以外，是什么？这个苦什么？烦恼太多太多的事。所以咱感受到苦，因为感受到苦，所以想要哪好苦啦。至少感受到嘛，爱别离苦。为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有一天也离开我？咱的亲情。咱的爸母，逐天这么疼惜咱呢，伊要走的时阵，毫不客气的，该放下那就放下。伊袂因为你安尼甲苦苦哀求讲，你着搁老嘞，你搁较安那个哀求，伊该走嘛就走，爱别离苦。因为这样，我想学佛。人生为什么着爱，大家人拢面对这种爱别离苦？所以你咱无了解，
就干嘛苦。所以学佛感受到苦，那是对的，正常。问小妹妹，还来还会，啊，就无聊，无聊来还会就买，你买一年还会做无聊。还有一个动机来学佛，苦，只是讲有个人只是讲啊，我都无想要讲啊。但是咱心内家己爱个清楚，我为什么学，真的感受到苦，你求不得苦。大家人爱考试拢一百，我想要考试卡考到60分，苦，所以我无想要读世间册，我要读哪个册，考哪个。也是啊，哈，当时有个人就是安那，你想讲，哎，感觉人生苦，我想学佛，但是呢，苦在求不得苦，爱别离苦，万劫回苦，万劫回苦，不想要见面啊，大家见面只要走一回事大，啊，然后说干嘛？你想要来学佛，我就无想要看到阮岛的人啊。嘛是有这种个来学佛的啦，啊！你袂当伊安尼讲，伊唔对吼，伊个缘就是安尼。那么伊来了，咱开始安那甲度，该安那低温，该安那保温，该安那有感恩的心，改变啦。他有一天会回去跟他的家人讲说：“谢谢你给我机会学佛，这个佛法是成功的，这个佛法的教育是圆满的。”没，你讲我不想要跟阮岛的人做，所以来好了，你改安那万分领导的人，那佛法是错的。你教到最后是让他懂得去感恩，他至少生人请人用嘛，伊就是现世菩萨，这就是佛法。佛法不会叫我们继续把仇恨带着走，佛法只会告诉我们把智慧带着走，没有把仇恨带着走的。这就是佛法，所以学佛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为什么不学佛？学佛可以让我们这么的开心，这么的快乐，为什么不学佛？这就是学佛之所以，那你讲呢？叫做心安理得，心是这么样的清净，这么样的没有杂染，所以因为苦来学佛，很正常，爱别离苦。啊！就大家人都看不起，所以我来佛教里面，我来佛寺里面，那至少人看到我会讲阿弥陀佛。阮兜人看到我讲，你又搁是来讨钱的，你小欠债啦呀！佛教内底还能听到人讲小欠债啦。那佛法里面只教我们怎么样的知恩，能够感恩，能够去报恩，袂教人讲小欠债。这就是佛法给咱的智慧。这万万的献贵于世间呐，世间给个啊，卖给别人啊，这样就好了哈。这还是在停留在世界道，我们要更殊胜的菩提道。我说爱学习世尊的精神哈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下头甲世尊讲，你并无希望，我们爱世界车，你换大台车。这种人你喜欢现在这架车都不欺骗我，何况是大台车，哪里有欺骗我，哪里有欺骗我。所以学佛呢，我 本来只是想来解决我的痛苦，为什么你叫我要发愿呢？我有人把人问过我，说我只是要来解决我的痛苦，你教我法官教我不抵待。慢慢的他了解了，哎呦，原来你发愿的时候，你不但只是把你的烦恼解决，你也帮忙直接或间接的帮忙众生怎么样解决众生的烦恼，哪有骗你啊？学佛就是这样哎，学佛就是这样。俺像那个扎吉，那个法鼓山的这个圣严长老，一东西心的出来对善家。啊！为着要让伊讲安尼，这个囡仔会晓平安大汉，只个等咧佛事，那知影伊成为一代宗师嘛，是吧？他只是想解决啊，啊，就食袂饱，只是要去佛事食较饱咧，安尼而已。那再有一天也发大愿，更得顶大众生啊！伊不是单伊家己食会饱，伊会晓让伊身躯边跟随伊的人拢食会饱，这是菩萨。本来都没有想过的啊，
可后来为什么会成就？一样的道理。举这个例子好多了哈，包括呢法华佛光山呢，这个心灵大师，伊当时来到台湾，伊要要求讲，伊要偌大个道场，要求讲有通个大就好，佮穿得红个。结果后来发大愿了，就安尼啊。那慈济的正言法师，伊当时没有说这个一个弱小女子，自己把人家可以学佛就好。那你看了众生的苦空苦，把法官去病，有完成无？有啊，都因为苦而发愿呐、啊，都因为苦而发愿呐、啊。夜拜啊，时间要到啊！我看夜拜，我拢足欢喜的，你要下课啊？所以讲，师父跟各位谈谈这些，而且法经哦，要谈的内容很广啊，可以谈的很广。你可以谈到过去佛怎么说，你也可以谈到现在的祖师、现在的法师们怎么发愿。那禅情。当时的圆光寺的卢院长，伊只是想要家己有册好读倒啊，哪里知有一天伊家己竟然办互人伊好读，唔是但我读好读，大家人拢会当来读，这就是原定啊。咱这个道场，咱现在道场，唔是但除了咱家己人有会当学佛，所有人有缘的人都可以聚在这里一起学佛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安尼啊，法就是这样，不是只有自己分享的，是可以跟大众分享，就是变。所以当时我去佛寺学佛的时候，嘛想讲食会饱就好啊。啊，进师会教咱讲，唔是但你食会饱就好嘛，还佫多食食袂饱的嘛。啊嘛，度众生，才不会愧对你穿这件袈裟，才不会愧对你，因为有听到佛法。居士也一样啊，这就是菩萨道。就我虽然至少现在在三界内，但是至少我已经开始怎么样往这个门的方向再怎么样走出去了。安尼你听好无？至少我们已经从这个方向在走了嘛，咱无惊唔到风浪，至少你是平安的，至少你是健康的。安尼听好无？安尼白阿行到时间到啊啦，谢谢了哈。好，今天就谈到这里，然后咱回向哈。好，请合作。愿力出功德，普及一切，莫得于众生，皆将成道。好，下课。